台中北区计收入大约260户户下租计就是，一早就来到李伟丹、天辉甲议员陈定后厝。移民平台结合怀仁关怀协会甲黄浦江专台白龙安共同举办爱心捐赠活动，用白米、豆油加沙油等物资，以及600块红包来关怀弱势，和大家好过年。会中包括副长马高长颁发感谢状，肯定民间的资源以及受志工的付出。那今天主要是针对1、2款的低收入，总共有在北区有200多户，然后都可以得到包括白米啦，还有一些生活上的物资，还有大家很需要的这个礼券哈。主要是希望哈过年快到了哈，让所有的弱势朋友都可以过个好年。那真的非常感谢怀仁关怀协会发起的爱心，那也希望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加入爱心行列，一起来关心弱势的朋友，也祝福所有的弱势朋友可以过个好年，大家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议员表示，屏东县地转介真济需要帮助的个案，请求怀仁关怀协会来到三江，到过年前嘛持续公益行动，同时结合黄河江专台白龙安，要来扩大爱心。我们就是每年都有这样的就是活动，那我们希望是说，我们有一些企业界的人来赞助我们怀仁这边，那能让我们这一些我们这种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能过一个好年。你也能比加顶牛卡做一耍，但是也是说我们能做，我们尽量能做的时候，我们都能就是大家能把这些我们怀仁的会员啊，还有些就是企业的时候结合起来一起来努力。平台结合民间的资源加正能量力量来传播爱心，也让公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台湾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